发现一部车子特别干净。哎。啊，阿发现呢？来着讲阿发现。发现啊，清爽老清爽，就是旧的底。姐，退休工资3000，你想出啥个车子啊？哎，咱们去买下怎么再出来住点，我去打一打嘞。光临服务区待着，现在叫收银员去吃饭咋？那袋袋好，服务好。你米上倒还？那还当，你放心。现在我在那拍只马克风啊，你吃饭辰光注意，汤飞滴在哪里啊？我在那胡子冲，我也吃冷饮了。哦。朋友是来个，有哈根达斯个。哦，好，就哈根达斯。如果我放开肚皮吃，够稳的。哎，起码还吃老清，我只有吃广南味一半。那个谁是我吃饭个速度？李阿姨那个拼音啊，眼睛瞎瞎，你相信吗？现在去停海吃住，去开房间，本来至少至少。重新拍，重新拍。这是啥的呢？跟男的像比赛一样是。咦，真的真的，神奇事物，你也不是爆拍，这差了。哦哟，我三姑娘倒呢。那外父同弟了，你当心啊。三百。那是光外父是父。光是子。买了羊子。不是，羊里向我要吃饭嘞，这比米摊不出来啊。哎呀，那种房间没危害，等等，那么你大家休息啊，把那。你得困了。啊？你得困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先困。啊，这还讲猫猫好，我本来讲是400块洋钿一个。啊行，啊我等你讲一滴滴龙呢，头年我三轮车嘛10块洋钿嘞，你跟我出来可是上班跟浪向。出来就不要去谈经济上头。你两年才不是事业单位退休。白相得起，白相相，白相不起，不要白相。白相不起，一箱子白发了白相。事业单位的人吧，虽然工资高，有啥用啊？3000，13000，跟我你像单子分一样高，不记得一样的还我。真的，你讲呢？侬是挨上啥年？去年退休工人谁不上年的？那么小辈来啃啃老年。哦，根本你这个小辈谁不啃来着？真的还是开，你就我俩谁有一个无机动嘞？啊，讲不来听。但是外头名气讲了好，这个中关街了、步行街了，不好跟上海这个比个。上海人反正离开至上海才乡下头，外地人才乡下人。嘛，苏州人了对吧？哎，这个肯定讲，这个不好讲啊。苏州呢，你看是讲上海后花园，那么后花园已经老好了，花园。这实在话，上海是苏州的后花园，树木春光。你说啥？说说。刚出来的话，谁在说懒虫的？哎，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不是睡觉，侬懂吗？我懂啊，我倒听我说的，我还不会去。你看这个人呢，你讲阿姨罗高地讲年月晚了，上老地看看。扬州老早是出名的，但是这趟我来一看，全是乌灯台，应该讲是西江乌灯台。对吧？你是上海人的通病，导致有色眼镜看外地人。这面孔是不灵呀。爸爸。